不得了，这集我们赶快把那个金好，它这个游戏就是它的捕鱼机很特别哦。它的捕鱼机呢，就是它有把它的那个怎么讲，这是《维京传奇》，它有把它的名称全部都标出来哦，真的是很帅。我给你们看。我们真心白的，舍不得离开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这边就是这个炮参考一下哈。好，然后最重要来了，你看，好了，大家参考就好了哦。我在哪里啊？那你如果害怕的话，你可以玩最小的，因为开起来。最小就一。通常我们都用10的。你可以选择快速炮，或者是等等之类的。重流星，然后它这边有广播器哦，我去给你们参考一下，非常的帅哦，太少了是不是？哎，sorry，我下太少了，100好了啦，100好了啦，妈的，不够灵活了呢。然后这期很帅哦，他跟那个老子一样，就是说他很多的鱼。我觉得这类型游戏你们可以就当成就是当成一个就是桌布游戏啊，就是说不是有些人的桌布是那种水族箱的那种吗？对吧？